收集很多我周遭的人想要问你的问题，然后其中我就问我那个徐老三，第三个女儿10岁，我说妈妈要访问柯市长，你有什么事你想要问他吗？他说我想要问他那个王世坚送他的礼物他有没有收下来，我都转送给我的助理，可是他有没有送到真的是还蛮有用的，就那个脚踏车比较有用，其他都没什么用。可是你一开始他是讽刺你，你有没有觉得到最后他是不是在爱你啊？不晓得。好，比如说有一天哈，就是你们两个不小心进入同一台电梯，只有你跟他，然后一开始尴尬，然后王世坚突然转头说，哎，老柯啊，其实我爱你。吃药，吃药。那如果突然把你压在电梯说，你不要这样拒绝我，因为他整个人很疯狂啊，直接壁咚，那需要电梯。所以你不会让他亲到你是不是？不是啊，那我就看到，哎，你吃药，吃药，吃药。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希望我回去做？对，希望。还是要一起扭个什么？不用。因为你刚才幕僚好像很想叫我干嘛？不要。我要帮你按摩，因为你身上不要下药。你有没有头痛还是哪里？因为你刚刚说你8点还要开会啊，对啊，应该很紧绷。我帮你按一下这个穴道。不用。虎口。我这个有牌子，让你这没牌子在意。这样有没有？你是在哪里学的？对，虎口不是大家都知道吗？你这样有没有精神？哇，痛了！你是在哪里学的？就是我们姐妹会互相拉虎口啊。你们仇恨这么深啊？痛才可以让你提起精神呐、啊，啊，那就以压虎狗代替摸胸喽。你可以回去休息了，太沉香你们做更好，做更好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Video 线上收看《小姐不惜地》。